请问牧师，您说主基督再来了，主基督在哪儿呢？主基督说过了啊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，你应该自己去找啊。如果你是那个羊，你自然就会找到；如果你不是主的羊，你永远也找不到主。你找到的可能就是假基督了。所以，关键还在于你自己。你们自己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，好好的向圣灵祷告，才能找到真正的再来的主。